天，十天，十天就要上小巨蛋。他好像加练了蛮多次，每天都练，蛮屌的。对啊，就三重啊，今天第一天，这个月都要在三重，知道吗？三重就是我的家 ，QQ 成吉思汗。如何睡哦 ？Monkey Boys， 训练了，第一堂课成吉思汗课。教练怎么称呼？我叫林君君，叫我君君就可以了。君君教练。睡，那你有发一个限动说，孙生，我会把你打死。OK， 好，那我开始啊，开练了。什么？开练吧。2、3。OK。这不需要处理，你只需要处理。对，你只需要在做转的时候肚子用力。对。这蛮累的哦，这蛮累的。超级。前后脚。前后脚。对，转动。前后脚不简单。任何事只要肯花时间学，都会越来越简单。没错，6月9号第一天训练完毕，感谢军教练。下去。啊，下去。回到家我就看影片，我真的把所有目前可以看到都看过一遍。10天，10天，10天就要上小巨蛋。他好像加练了蛮多次，每天都练，蛮屌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心一点，他刚好。吐吧。有时候是累到吐，就是累到手根本拿不起来。你光是手拿起来，那么要挡就已经，再用意志力，以后对跟自己孩子说，爸爸以前去小巨蛋打过全赛，很酷哎。如何？紧张吗？今天？紧张硬，今天。爸妈就交给你们了，帮我顾好我的 GK。那待会我们前三回合，跟正常回合一样，2-1、2-1、2-1，你再跟他讲一下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跟我们原计划不太一样，因为你要长招真的很难。坦白说，你要长招长不了，因为你会变得不是。算了，认真打完，认真打我，换一招，换一招。我怎么变特训呢？我有就是像他们一样一回合，要6回合。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，所以不好使，所以像拿麦都发抖。做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对。对，好，移动，传。好，手机有天，训练，用力，有，4、5秒，你看，4、3、2、1。最后一题。管他，不要管他。10秒了，来，再 hold 住哦，再 hold 住哦。3、2、1，好，停。
1分钟了，厉害，你进步了。哦，要让我放松，自己有劲。啊，这个月已经好几次这样被榨干了。去国中的教会祷告一下，叫我最当初的地方。去武汉，然后想说可以吃个全套啊之类的。我觉得那是要赢之后，输了再吃很智障。为了刺青要赢。小哥爱你69.35公斤，接下来邀请孙生上榜65.20，两人哦相差将近是5公斤的差距左右。好，我们个人稍微拉一下哦。加油加油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谢谢谢谢。超级全力以赴，超级专注，因为一个分神就会被揍了。很感动一把的，真的这个月辛苦，真的，哇，这真的是靠辛苦，靠血跟泪。对啊，这停就可以了。以前都没有这栋哎。就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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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初始地内湖私人堂。哦，你还记得我？所以我回来祷告一下，回到我国中的时候。我现在30岁了，记得记得记得。天哪，超怀念的，超感动的。你看以前我在那表演，我在台上跳舞，用舞蹈敬拜主。你看听这种音乐是不是觉得很放松？上次竟然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。你还记得我？我当然记得你啊。好感动。最调皮的一定要记得，对不对？你们这边坐一下。好。心理教室过来。没问题。好。我国中的时候自己在偷弹琴，对啊，你看我刚刚就讲说我在偷弹琴，就这台。哇，我已经忘记那诗歌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先生。感谢主。我想到以前在楼梯，我在楼梯间哭，你妈妈坐牢就哭，可现在都习惯了。地狱式训练，然后很难熬，然后明天就要去小巨蛋，所以我很紧张，因为那是我不在行的事情。时间过好快。天父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再次将先生带到你施恩的座前。是的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他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亲自的恩待他。明天在小巨蛋的这场名人的拳击赛当中，他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者是害怕，但是都交托给你。是的，耶稣。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月的训练是非常不容易。这些名人在社会上有广大的影响力，愿主你带领他们，对这世代的青少年能够带出正面的影响。是的，耶稣，是的。交托仰望你，愿主你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。交托仰望你，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好，加油。嗯，谢谢你。内湖私人堂教会了我这么善良，感谢主。我会全力以赴。感谢李牧师。
趁机啊。我的改造造型啊，大剪短啊，染一个很特别的颜色哦，幸运色哦，赞哦。Why, hello there. Have a seat.这次可能不止逢甲店会倒，你的门也会倒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大哦，很酷哎，很酷。大荧幕上的我好像有一点帅气，所以我今天回教会我觉得好感动哇！哎，想到十几年后我就在小巨蛋打拳，妈妈你在现场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女生就是帮我网红，然后我们明天见。我是我们团第一个上小巨蛋的，我争气了。妈，我上小巨蛋了吗？现在我们对你的了解来说，是你对你自己没有自信，为什么会讲？你说当天我的心态很重要的，对，没错没错，看谁的心态够强硬。好了，这个月的成果就在明天展现出来，所以 OK 加分。真的变英雄的感觉，就是努力啊，怎么有感觉、啊？孙生，你知道我们都相信验收成果的时间到了，不管赢或输，在我们心目中都是最棒的，我们对他有信心的。孙生，加油加油！不要担心，我陪你一起战胜。丁丁啊，我在对我自己信心喊话，疯狂做爱。喊出我们的口号，做爱做爱做爱，疯狂做爱。谁比较疯？谁比较疯？对，没错。谁比较疯？到底谁比较疯呢？恭喜我们的孙生，谢谢你。可以到我们的舞台下方去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越到后面火药味越重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也是喘口气休息一下，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来喽。李克，我忍住了，好痛啊！我忍住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我就已经打。不管赢或输都大哭，在台上就哭了。哭不是否赢或否输啊，是否这一个月真的。我给大拇指，你看不到。你是冠军智障子。从今天开始以后，又可以耍宝了。那后来，不打不相识嘛，也很棒啊，也是个真男人呢、啊。
点 man 了，真的，我们都是真男人了啊，我可以爆哭了。孙生，像一部电影一样，真的觉得哇，这个月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觉得很神奇，很不简单。感谢所有人，感谢身边所有人，小吴教练、尼克星以及我们反骨术幕后工作人员，很酷啊！只能说太酷了，很酷的一趟旅程，我很喜欢。第一次打架就上小巨蛋，相信很多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里程碑。然后最后想对一个人特别喊话，就是紧接着是阿豪卡 Let me tell you， 七五号打完全上，八月十四还没剪完，都过两个多月了，就冲你剪片这么慢，我正式跟你约战，冲你剪片这么慢，我正式跟你来一场阿豪卡 Let me tell you。 赞啊，觉得很好，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